请你回头看一下。我被淘汰了是吧？等一下，不要这么急着下台嘛。我不是想要下台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下台两个字。我是想再给大家演唱一首，因为刚才我没有发挥好。这个结果呢，是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，他们给出了他们的意见。你对这个意见是不认同？我非常的不认同，因为一首歌说明不了什么。如果我再唱一首，你们还淘汰我的话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其实是很尴尬的？乐嘉老师，我不尴尬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都是你们。下面我反串一首《奶奶》，你们仔细听，我保证你们给我通过。我的决定是 yes yes yes， 恭喜你。